走开！你们干嘛呢？待会儿有你好受。来，走开哦，阿静。你尽管，你尽管叫我，没有人来理你。走开啊！走啊！走开啊！听说你不喜欢喝豆浆吗？弄耳机的东西真恶下。你再讲一次。豆浆，豆浆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脑袋有豆吗？我看你可能是因为没喝过永和豆浆哦。干嘛？走呀！你的脑袋有豆吗？这样子喝才清凉啊！